让他都很准时。来了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讲者，请问你想挑战五分钟还是两分钟？我想挑战两分钟。开始哦，两分钟到就给他拔。其实刚刚我是在上 IRC 上到忘记要拔线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开始了。来，你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l。那我目前参与 Hacking Thursday 社群，参与过 Skype 社群，还有 Dr. Taipei 社群。这个是 iPython Notebook，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用过，可以做一些科学运算，可以拿来当你的笔记本，可以及时 rendering， 有还不错。那这个是 Haskell， 那至于这跟我们这个今天主题 iPython 有什么关系呢？ iPython Notebook 加 Haskell 等于 i Haskell Notebook。它是一个 Haskell for iPython。 那各位回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，你只要打 Kaggle install happy cppdh Kaggle install iHaskell 就可以装好了。 OK， 一分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交给下一位讲者啊，还有有文化的编程交给大妈。哎呀，没拔到耶。哎呀，厉害，总共用了1分10秒。来，下一位，这个大妈，这个来自我们对岸的好朋友。好，那可能发现了，我没。